买贵了吧？后悔了吧？哥几江，我就是让你再等等，再等等。你没开始不听。之前呢，9.9啊，拍30根的哥几江，老弟跟您说声对不起了。现在呢，厂家自己卷自己，直接给咱卷到了50根，还不够。另外呢，老弟还有2块钱的佣金补贴给你们。咱哥几江点开下面链接，领券去下单，直接是7.9啊，给咱发50根香薰艾条，并且呢送2个小底座。咱家这款香薰艾条呢是非常环保的，外面呢是一层牛皮纸啊，里面呢就是纯植物制作的，点燃之后呢，散发出淡淡的艾香味，成分温和不刺鼻，像咱家里有老人有小孩的啊都可以放心使用。并且呢它是一款4季艾条啊，不单单光是夏天可以用，咱春夏秋冬啊每个季节都是可以用的。就光这50根啊就够咱用好长时间了，将来家里的厨房、卧室、卫生间、客厅啊隔三差五都可以熏一熏，温和不刺鼻，特别好用。而且呢它是不挑任何场合的，咱室内室外都是可以用的。关键呢今天的价格啊也太合适了，厂家直接卷到了9.9，给咱到手50根。另外呢老弟还挂了一张2块钱的优惠券啊，咱哥姐姐点开下方链接领券去下单，直接是7.9给咱发50根香薰艾条，并且呢送2个小底座啊。厂家控价之后呢，老弟这个优惠券随时关闭，趁着这活动咱赶紧敲楼单，点开下方链接看一下老弟的券还有没有。如果是7.9啊给咱发50根的话，咱赶紧去安排。